一刀切开满满乌豆沙，里头还有颗完整蛋黄。101首次开卖中秋礼盒，推出四款广式月饼，还找来冠军面包师傅吴宝春合作，力推国王蛋黄酥。我们咬下去的那一刹，那个饼皮、豆沙跟蛋黄的那个比例，真的刚刚好。外包装也有巧思，101招牌绚烂烟火直接印在上面。这次共推出限量6000盒，未上市就有2000盒。被定走，需求量是增加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节庆的一个时候，然后推出这样子一个限量的礼盒来提供给消费者。这是维乐山丘凤梨奶黄月饼，请享用。同样还没上市，但询问度也很高的，还有维热山丘共推出的凤梨奶黄月饼和新口味红玉苹果月饼，以水果为馅料，不腻不过甜。带着小朋友来尝试看看这些味道，然后来决定接着下来，如果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或其他节庆的时候，会不会购买这些东西作为伴手礼送给其他的亲友？每一口都能吃到粒粒果肉，不少死忠顾客都很爱。好几年下来，月饼销量都很高，虽然距离中秋还有近2个月，但月饼站早就开打。剥开月饼，内馅扎实，是金华酒店推出的桃山拔丝月饼，共有4种口味。另外，凯撒大饭店也有可爱造型猛虎手掌月饼，流心内馅，咬下一口还会爆浆。而美福饭店则是与英国皇室御用茶品牌合作，以伯爵茶搭配推出6款月饼。各大业者饭店出奇招，就是要让消费者买单，比口味也比造型吸睛。再来新闻周冠蔡尊奇台北报道。